今天带大家吃一个68一位的小龙虾自助，小龙虾和花哈都可以免费无限量随便吸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够够够，咱俩够够够不了呀，咱得排队啊，这得等一个小时，这全是排队了。太不害怕，最害怕这个事儿了。这咋点，老板？就上一个锅啊，随便吃无限吃。现在付款啊。好，五位68乘个五，5840340，这五个人过来吃个自助还可以啊。咱俩先取个饮料，看看饮料值不值。哪个是免费的？下面的四种。哎，师傅，那咱这啥标准呀？几个人一个锅？哎，几位啊？业务不熟练，业务不熟练。然后我们今天来了五个人嘛，他是四个人以下一个锅，5到8个人是两个锅。然后像这种小汽水啊，雪碧、芬达、可乐还是免费的，但是别的你都要点。然后虾它就是麻辣的，不能吃辣的你就别来了，你得单点，单点都是另外记的。快吃快吃，不要客气，姐姐好不容易请你们吃一顿饭，千里迢迢汉中过来的孩子。啊，虾还可以，这只挺干净的，虾现在也不怎么黑。不怎么辣，不能吃辣也可以吃，有点麻。嗯，你好。特别喜欢您的视频。嗯，谢谢。治愈。我每次吃不下饭的时候，然后就看你的视频，特别有食欲。怎么会有人吃不下饭？幸好你的顺序是吃不下饭看我视频，而不是看我视频吃不下饭。我不开门。可以，我不挑。好，谢谢，这是我见过最高的粉丝了，比我高那么多。哎，你有多高啊？180。哦，谢谢，显高。我不能这样，快吃。第三个不是很新鲜，有点面。第二个很新鲜，但味道还可以，我觉得比较麻，看到吗？这个有虾线，但是品质是参差不齐的。就我觉得我能理解，是吧？一个小龙虾自助68元，你不能要求它个个都像特别有名那个牌子，199元到手是20只。试试花哈，哦不，标准读音应该是花蛤，我之前一直读的是花哈。这个偏蒜蓉一点的味道，吃起来会有一点沙，这里面有一点点沙子，但比较紧实，挺新鲜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。我们从天亮等到天黑。去年吃的那家小龙虾自助大家记得吧？没了。今年找了半天没有了。像这样的虾你们过来能吃几盆？大家在公屏上。好，谢谢。这一盘有几斤啊？没称过。虾还得划哈。啊，二斤虾，二斤划哈。我们上几天都是划哈。但我觉得还行，68元，这样虾的品质。我觉得不错，能去虾线就行了，那不是这个价格了。花甲还有吗？花甲，我还没咋吃呢，加点。这在续锅的时候要快不快呀？一锅就大概15分钟。啊，一锅15分钟。